钟声响起，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山中，具有西班牙风情的建筑又能够远看台东的山景海景，相信这个地方已经有不少在地的民众已经来访。这里是卑南乡的一间民宿，因为拥有风车造型的建筑物，更吸引不少喜爱拍照的朋友前往。这边是原本一个旧的农舍三合院所改建成的一个民宿，那他的一个想法呢，就是希望能够建一个带给人幸福感觉的一个民宿，因为其实住在台东是一件本来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事情哈。那每天可以看到太平洋，这个每天还有这个中央山脉，那还有温泉，所以其实对这个从都市来的这些客人来说，能够住在这样的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当然是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民宿当初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想把这个一个原本在山上不起眼的农舍改建成一个让人家有幸福感觉的一个好像教堂一样宁静，还有呢像西班牙的这个风车一样。就因为建筑设计的特别，还规划有不同房型、不同的特色。更特别的是啊，拥有大的泳池，可以让你一边游泳一边欣赏美景。如果是住宿的客人，还有蓝带主厨帮你精心烹煮美味的晚餐。若是纯粹想要欣赏景色，你也可以在下午茶的时间到来喝喝咖啡，也相当不错。台东的民宿业者相当的投入心力，在整体的环境营造用心服务，更期望大家共同让台东的观光住宿品质提升，留下深刻的旅游回忆。东台宣布陈敬雄的采访报道。